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乐亭高平中学传统文化进校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做有道德的中国人文化讲堂，欢迎大家的到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一缕和煦的春风吹在了校园玉兰枝头的花蕾。今天在全校师生的殷切期盼中，在上级领导的亲切关怀下，由我校承办的传统文化进校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做有道德的中国人文化讲堂活动和这个春天一起如期而至。文明的高平迎来了道德讲堂，文明盛会，同时也迎来了一场文化和道德的春夜喜雨。此刻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向所有为大会付出辛劳的组织者和志愿者们表达由衷的敬意。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者沈阳洪德文化传媒的各位老师的到来表达衷心的感谢，你们辛苦了。我们的这次大会也得到了社会各界以及广大同学家长的大力支持，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现在请各位领导、来宾、老师们、同学们全体起立，奏唱国歌。雄壮的国歌声中，我们再一次体会到中华民族的坚强意志和雄伟气魄。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共同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启航新时代，奋斗正当时。下面请全体同学齐诵感恩诗。感恩天地滋养万物，开始。请大家轻声就坐。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来自吉林省的著名企业家、慈善家、教育家王洪吉老师为我们讲座，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王老师的到来。王洪吉老师受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大学德育教授，吉林大学、东北师大
客座教授，石家庄铁道学院名誉院长，长春市实验中学德育校长，长春市玉坤扶贫大市场有限公司董事长，长春市玉坤实验学校法人。从1994年开始，王洪奇老师免费为社会做报告，二十几年来他的足迹遍布城乡、学校、矿山、军营、医院等等。他用心宣讲经典与道德的力量，被人们誉为王传奇。至2012年10月资产总值近10亿元，王洪奇老师把所有资产都捐献给了玉坤圣贤教育事业。现在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王洪奇老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讲座。各位老师，孩子们，过年好。这个上午呢和咱们高二的学生交流了一上午，我觉得我们学校的孩子心理素质还是很不错的。这个下午呢要和在座的孩子们分享2个多小时的时间，我想呢在分享之前简单的把自己再介绍一下要么你们也不知道具体的叔叔是怎么来的我呢是农村的孩子，从小在农村长大，父母亲呢一个字也不认识，父母亲现在都离开了我母亲离开我15年的时间，父亲离开我6年多的时间。这个从小一直到初中都是在农村上学，初中考高中考上了德惠县唯一的一所重点高中德惠三中，因为家里边特别穷念不起书，就休学了一年，回家当了一年农民。第二年呢又上学，家里边的条件也没有什么改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住在了我们德惠县城的一个饲养场的喂马草的棚子里，隔壁就是马圈，在隔壁是30多个猪圈。在这种环境下自己生活了2年，每一天做3顿饭。结果在81年考大学差了2分没进入取县，紧接着又当农民，81年的年底当了铁道兵，83年考上了石家庄铁道兵工程学院，85年毕业分配到铁道部13局，87年的年底调到长春市房地局，91年的五一调到吉林省物资局，92年的年初，那年我27岁，调到了吉林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当副处级干部，93年年初又调到了吉林省人民银行当处级干部，干了3个月我正式的辞职下海去经商，一直到今天下海经商呢这个过程挣的钱资助了587个大学生，到现在为止这方面拿出去的钱超过了1200万，又解决下岗职工就业，办了一个扶贫市场，
三年半没要老百姓一分钱。这个市场呢，现在的规模也很大，几千名业户在这就业。这个在资助学生的过程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孩子你解决了他的生活问题，你要不解决他的道德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所以在2002年开始办国学幼儿园，2007年办国学学校，一直到今天，我的这个学校已经办到了高二，现在是1300多名孩子。啊，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方面的投入又很大，所以到今天为止，我的企业呢没有贷款，我的企业到现在的固定资产应该是超过了15个多亿，我的往出奉献的钱超过了8000多万。为什么一个人由一贫如洗到是亿万富翁？为什么由一个农民的一个穷孩子走向了全国各地去讲课？其实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今天习主席倡导的圣贤文化。圣贤文化表面看我们大学也不考它，参加工作也不用它，其实我们什么时候都离不开它，但是我们呢又忽略了它。为什么忽略了它呢？就是因为我们直觉地感到它没有用。所以我们现在是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就是教育这块需要什么我们就搞什么样的教育。和我们今天呢就要来分享我为什么走向成功了，是吧？这就是圣贤文化起的作用非常之大，是吧？你比如说道德经，道德经让人追求啥？有这样一句话叫死而不亡者寿，这是道德经其中的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在说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谈到寿命，人都会想到啥？想到肉体能活多大年龄。所以在我们的思维界定当中，我们把肉体活的时间的长短当成了我们寿命追求的标准。所以我们会把肉体活的90岁、100岁、120岁叫啥？叫寿星。这是我们一般的人是这样认为的。那么在圣人看来，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寿命呢？什么样的人寿命最长呢？啊，
死而不亡的人寿命最长。孩子们，那么老子说的死的是啥？肉体。不亡的呢？说呀，精神。精神又叫啥？哎，又叫灵魂。那你看看吧，孩子，什么样的人寿命最长呢？肉体死喽，他高尚的灵魂还在继续引领别人走上觉悟之路，影响的时间越长，范围越广，寿命越长。那这个人活的时候干啥了？每一天用高尚的灵魂指导他的肉体去做觉悟人生的事业，放射出道德的光芒。这是老子在《道德经》里要让我们追求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价值。这不是我们党提倡的三观教育吗？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吗？在字里行间，我们发现了我们忽略的一样最重要的能量场。我们人平时注重的寿命是肉体，我们忽略了我们灵魂的高尚。孩子们，看看，嘿嘿，鼓掌吗？真好玩儿，看看吧。所以，老子其实从另一个角度告诉了我们一个伟大的真理：人的组成。下个结论吧，人有啥组成？给自己鼓掌。人由肉体和灵魂组成。那今天看看，人要能意识到灵魂的存在，人又能具足高尚的灵魂，这样的人就了不起了。那今天看看马克思咋论述的人生呢？马克思有这样一句话，叫历史承认那些通过劳动而变得高尚的人，
是伟大的人，经验赞美那些给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这是马克思说的话，这是马克思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那再看看雷锋叔叔咋说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以雷锋一生坚信啥？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孩子，看看雷锋为啥这么高尚。雷锋活明白了。那再看看习主席咋说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工作的时间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这回看看吧，孩子，一位是圣人，一位是导师，一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一位是领袖。你看他们为啥能这么优秀？哈，马克思说了，历史承认那些通过劳动而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的人。劳动的是啥？肉体。高尚的呢？灵魂。经验赞美那些给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孩子，有钱就幸福吗？你看有钱人烦恼的多了。有权就幸福吗？你看烦恼的又多了，上监狱去看看去，哪个进去的当官的不烦恼？嘿嘿。所以幸福不一定是有钱，也不是有权，嘿嘿。
来，握握手，来上来。孩子，我问你，幸福不？幸福。你的幸福咋来的？父母给的。父母给啥了？给说吧。啥都给。啥都给。你那意思是要啥给啥呗。嗯，不是，能给的就给。都给啥了？给钱。给钱。你父母给你钱让你干啥的？好好生活。好好生活。你这个生活指的是啥？学习。哦，那么你父母给你的钱是为了让你好好学习的，对吧？嗯。没让你去出去吃喝玩吧？没有。那么幸福是啥？不清楚。幸福是不清楚。来，来吧。来吧，孩子，咱们给老师、给同学们先鞠一躬，鼓掌啊！他说：“幸福是不清楚，不清楚叫幸福。在你看来，什么是幸福？”说吧，别往这儿看。什么是幸福？难道幸福是沉默吗？嗯，不是。幸福是什么？你觉得的幸福是啥？说呀，咱们可是全球直播，我中午看了20几个国家，咱们这个现场研究的都来，快点说，知道不？谁知道？来，来，给叔叔握握手，咱给老师给同学们鞠一躬。你的救兵来了，说吧，你觉得什么是幸福？幸福应该是分很多种，比如说像生病的人呢，那个健康都获得健康都是幸福。你看总是没钱的人，其实得到钱他也是一种幸福。就像那种那个正在学习好了也是一种幸福，阖家美满也是一种幸福，有很多幸福都是让自个儿发现出来的，自个儿幸福永远属于自个儿发现出来的。你发没发现他说的幸福
都有一个最低的参照物。健康的人跟谁比？有病的人比。有钱的人跟谁比？没钱的比。太有智慧了，谢谢大家。我们学校有一个家长，听着啊，学校有个家长，有一次他的孩子考试考得不太好，因为我们很熟嘛，他的孩子在班级考了最后一名，他就痛苦，给我打电话，他说：“王老师，我痛苦死了。”我说：“你痛苦啥？”说：“我这孩子考最后一名，想想我就上火。”我说：“那你没找着他你幸福的地方吗？”他说：“没找着。”我说：“那我帮你找。”我说：“你的孩子跟坟堆比，你幸福不？跟病人比，健康不？”啊，看看，跟聋哑人比，能听到大千世界的声音不？跟盲人比，能看到大千世界不？跟犯人比，自由不？你孩子给你带来这么多幸福，你通通找不着，你就执着了他考到了最后。所以你刚才的思维同学们都应该学。学啥？乐观。你说要天天，你看上大街上看看去，孩子，为啥高兴不起来？你看人那脸，上大街上看看去，绿的都比较长，像驴似的。哎，没有几个乐呵的，没有几个团脸，啥原因？他天天去比。批他好的，他但是他不逼批自个儿累的，不乐观不阳光这种人。掌声。有的人哈，骄傲自满，哎呀，功高我慢，我比别人做得好。他这个时候他跟谁比的？跟他累的邪乎的，比他累的多的。跟他的身边的坏蛋比，那当然他是好的了。如果要跟圣贤比呢？他也一无是处，也是坏蛋。对。所以记住了，孩子，幸福是比较出来的感觉。咋比？你看叔叔高兴啊，天天高兴啊，无论走到哪里都高兴啊。为啥？你看家叔叔家现在住的房子是没有电梯的，最高层七层，老房子，已经住了21年了。老房子，那为什么住的还很高兴呢？天天跟自己住马棚的时候比，幸福不？幸福。
那你们可能说了，叔叔，那你现在在全国各地讲课，那你这应该很骄傲了，课讲的确实不少，也一分钱不要，路费还是自己的，但是为啥骄傲不起来？我跟谁比？我跟孔子比。孔子当年坐的是啥车？花花楼车。跑的是啥？砂石路。坐花花楼车跑砂石路啥感觉？那不就像我们现在开四轮子跑横垄地吗？那么艰辛他都能如此这般周游列国弘扬圣贤的文化，我们今天呢想快点飞机，慢点动车，再慢点轿车，跑的是高速公路，再苦再累也没有孔老夫子苦啊。所以要记住，财富上永远跟那些贫穷的比，永远去跟自己苦难的过去比，知足了。贡献上永远和古圣先贤比，我们还差得远。咋办？咋办？啊，好好学习。鼓掌。谢谢。哎呀，回去吧。谢谢你孩子，拥抱一下。哎呀，好，回去吧。谢谢。这回就要懂了。懂了啊。向他致敬。哈哈哈，回去吧。看看孩子们。所以真正的幸福是灵魂，是高尚的灵魂的培育。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谁能让别人的灵魂高尚，他才是灵魂最高尚的人。那这回再看看雷锋说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有限的是啥？肉体。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无限的是啥？灵魂。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雷锋咋做的？每一时刻都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达到灵魂的最高尚。他的道德之光一直在引领我们前行的方向。那再看看习主席呢，每一个人工作的时间是有限的，有限的是啥？肉体。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无限的是啥？灵魂。所以习主席为啥夜以继日的奔忙，日理万机，七十来岁的人了，为共和国还在操心。他为什么能这么优秀？雷锋为什么能这么优秀？马克思为什么能成为我们的导师？老子为什么能成为圣人？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追求人的灵魂的高尚，给他们鼓掌。哎呀，这一下子我们就解读一下子我们的灵魂吧，看看，我姓王，我的灵魂谁感召来的？是母亲十月怀胎生下这个婴儿的这一时刻，父母做得如何，灵魂的高尚程度如何，同样的，我那个灵魂从另一个空间来了，来了，所以我的灵魂谁感召来的？父母啊。父母的灵魂谁感召来的？他父母啊。他父母灵魂谁感召来的？他父母啊。哎呀妈呀，往上追吧，一直可以追溯到开天辟地的盘古。女娲、神农氏、伏羲氏、炎帝、轩辕皇帝、尧、舜、禹等，特别是给我们留下经典文化的《道德经》的老子、《论语》的孔子、《圣经》的耶稣、古兰经的穆罕默德、佛经的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还有颜回、曾子、子思、孟子等，给咱老祖宗鼓鼓掌。你看咱们的血脉里都有谁呀？啊，咱今天看看，孩子，咱今天先解读一下，叔叔到咱这里来为啥一分钱不要呢？嘿，我姓王，父亲姓王，母亲姓姜，姜子牙的姜，爷爷姓王，奶奶姓阮，姥爷姓姜，姥姥姓于，差三辈儿。看看我体内流淌了几个家族的血脉呢？有几个家族的血脉，几个家族就和我有血缘关系，有血缘关系就是亲人。王氏家族、姜氏家族、于氏家族、阮氏家族，查了三辈儿，就有四个家族和我有血缘关系，就是我的亲人。查到第四辈呢？查到第七十四辈呢？一直查到开天辟地史前人类呢？我体内汇聚了多少个家族的血脉呢？你体内汇聚了多少个家族的血脉呢？我们体内汇聚的家族的血脉
不都叫百家姓吗？不都叫中华民族吗？不都叫人类世界吗？哎呀妈呀，这下知道了，原来咱们都是一家人。那现在这人为啥不认亲了？认啥了？认钱的这一时刻，仗着了，嘿嘿，看，认钱的这一时刻，仗着了。有的人说了，王老师，我认钱咋的了？我开车也没掉壕沟子去，我走路也没卡跟头。别忘了，你走的那条路那叫马路。一个人认钱，他就是一个心灵有着障碍的盲人呐。看看，一认钱完了，一认钱仗着了，那我要认这个黑板擦是我的呢，又仗着了，嘿嘿，我要认这个毛巾是我的呢。看，孩子，我要认这个毛巾是我的，我就是这个德行。这回就知道了，我要认毛巾是我的，我这个德行；我要认钱是我的，这个德行。离自己开悟越来越远，障碍越来越大。所以人生要干啥？要去除这些障碍。那你去除这些障碍的时候，舍钱吗？舍吧，舍物吧，智慧的双眼出来了。听明白没有？啊，人的念头越贪，离自己智慧越来越远。一个人起心动念去舍，一定充满智慧。这就是老祖宗为啥让咱们人生去奉献，而不能起心动念去贪婪。那这一段文字我们怎样表述呢？这一段文字我们如何来表述呢？看看吧，认
什么？我们就葬在什么上？就不明真理，咋的了？这个时候的想法叫妄想，这个时候的说法叫是非，这个时候的做法叫错误。孩子，这回就知道了，一个人的错误是从哪里来的。看看，认什么就叫着了什么相，这回就懂了。着了什么相，就葬在什么上。看看，一个人要是不明白天下人和我们都是一家，和一个人明白天下人都是一家，一个叫有账，一个叫没账，那他人生的结果一不一样呢？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思维问题，这就是学圣贤文化和不学圣贤文化有什么差别。孩子，咱们今天举个例子，出租车，出租车我们都做过，这个例子很好解读。一般的我们打出租车，你在那一摆手，你看那出租车揉一下子就跑过来了，他看着啥了？哎，看到挣钱的机会来了，拉上你就使劲跑。为啥呀？因为他着急呀。给你送到地方了，他车又空了，咋的了？他又开始上火了。所以他在着急上火当中来挣钱。看看这个出租车司机，想的是钱，着急上火挣的还是钱。那么如果出租车司机学了圣贤文化呢，知道自己和对方打车的是一家人，你在那一摆手，他看着谁了？亲人，我又能为亲人提供服务了。他幸福不？幸福。他快乐不？快乐。孩子，这一天下来，他少挣钱了吗？嘿嘿，
你看看，一个是拙，钱的相，一个是不拙，钱的相。拙钱的相的人多挣了吗？不拙钱相的人少挣了吗？结局是啥？拙了钱相，拙什么相，就账在啥上啊？咋账呢？账的结果是啥？一天着急上火，两天着急上火，一年着急上火，十年着急上火，有病了。有病上哪儿去？上医院。上医院干啥去？医院能治了这个病吗？医院治的是身病。他的病根在哪儿呢？哎，心灵的念头呢？念头呢？上医院治病去了，最后咋的了？治不了，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花没了，结局呢？抬出去了，抬出去了。那今天咱知道了，人由啥组成？肉体和灵魂组成。抬出去的是尸首，灵魂的着什么相，葬在了啥上？上哪去了？上阎爷爷那去了，上地狱啊，上地狱。他成啥了？他成鬼了。他成鬼了，他妈是谁？鬼他妈，老鬼。孩子呢？鬼的孩子，小鬼儿。你说这一生多失败呀、啊！那这位呢？学了圣贤文化，每一天幸福着，快乐着，去为亲人服务。幸福快乐的人一定健康啊，健康的人一定长寿啊。幸福健康快乐长寿，这样的人这才叫富贵呀、啊、人家这个家叫啥了？五福临门了，鼓掌吧。他不仅照他没少挣钱，跟他一比，比他挣的还多了。嘿，咋的了？他挣钱送到医院去了，人家健康幸福，看着谁有过不去的事儿去帮助这些亲人，咋的了？积善成德了。他每一天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对于他的儿孙有了三种正能量的教育：言教、心教、言教、身教。最终咋的？儿孙一定有出息啊，这叫德音子孙。那这个子孙干啥呢？
在医院伺候他爹呢，伺候不死都不罢休。孩子，这个下地狱了，人家这个走的时候上哪去了？天堂了，极乐世界了。今天看一看天堂、极乐世界离地狱有多远？说呀，一念之间。幸福和痛苦有多远？一念之间。成功和失败有多远？鼓掌吧。看看吧，孩子，这就是学僧人文化。一认亲，这些障碍都解除了，解除之后自己解脱了，活得光明磊落，这就叫想不开，这就叫不想自己了，自然开了。嘿，这就叫圣贤文化，改变命运。那妥了，咱们今天把出租车改成咱学生吧。嘿嘿，每一个孩子，你来学习的目的，要是自私的呢？啊？看看，这就坏了。你要是无私的呢？看看吧。所以有些孩子活的为啥累呀？咱们都知道，看看一个人念头。念头一起，这样的人为啥经常会说一句话，我咋就想不开呢？他在哪里出不来了？在自己设定的思维的圈子里走不出来了。这个字念啥？这不一下就障住了吗？囚犯就来了吗？看看吧。那好了，我们当学生，要是天天想的是自私的事儿呢？你看咱们一般的有多少个念头，给自己考上一个好小学、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有个好房子，有台好车，有个好对象。哎呀妈呀，心眼儿越多，妄想越多，活得越痛苦，障碍越大。看看天在哪儿呢？地在哪儿呢？闲在哪儿呢？生在哪儿呢？我为啥这么写呢？
那这回看看，一个人念头一起，孩子，障住了什么？是什么障住了自己？咱们今天解决这两个问题吧。念头一起，障住了我们什么？我们跟这些空间接不上了。这个空间都有啥？这个圈儿，这个实现就像一栋墙，像一个塑料袋子，这又是什么？咱们解析这个问题，那就看看咱们的灵魂的能量场里都有谁吧。孩子，有谁？有我们尊崇的圣人，有我们尊崇的佛，有我们尊崇的贤人、菩萨们，所以我们都会很骄傲地说，我们是圣贤的子孙，血脉中伴随着龙的心跳。我们除了有这些，我们还有谁？我们的老祖宗里还有很多善人，还有给圣贤做戒师的恶人。这四种能量组成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世界。那这回看看，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世界里都有这些组成，哈哈。灵魂世界，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组成成分，所以咱的老祖宗把这个成分又叫啥？又叫人性。所以孟子讲，人之初，性本善。这个指的是我们具足的圣贤的佛菩萨的天性。何为天性？本来就有，本来具足，才叫天性。告子讲，人之初，性本善恶，既有利他的一块，又有利己的想法。这个性指的是我们灵魂的善人的能量，有念头给自己困住，这样人一直在挣扎做善良的事儿，做善良的事儿。还有一种，荀子讲，人之初，性本恶。这个性指的是我们灵魂深处恶人的负能量，起心动念，争贪搅扰，这样
给自己设置的障碍就更大。这叫啥？每一天表现的是邪恶。所以今天孩子们就要懂了，具足天性的人每一天流淌的是智慧。每一天遵循着道，积之的能量是德。所以我们会说，这样的人是拥有道德的人。那这个呢，每一天挣扎着做点善良的事儿，表现为聪明。那这样的人呢，每一天积之的是邪恶，表现的是阴谋。所以孩子们今天要懂了，任何一个当下的人，没有去彻彻底底学习圣贤文化的人，道德、善良、邪恶与他同在，智慧、聪明、阴谋与他同在。关键是他去开发啥？孩子，这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您就明白了，老师为什么会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呢？老师的第一任务是传道。传道的老师就在塑造孩子最美丽的圣贤的心灵世界。一个人犯错误犯罪，一定是不明真相。这叫啥？这叫迷惑。看看，迷惑。那么老师传道的过程就是为了让学生解惑。所以老师的第二任务是解惑，传道解惑才能树立比较善良的理念，最后让这种善良达到极致。那善良怎么体现？得有本事啊，这就是授业。所以这是老师的三大任务：传道、解惑、授业。给老师鼓掌。好玩。那你看看这回孩子，咱就明白了，咱们自私自利的想法一出，其实是咱啥出来了？是咱们恶的能量出来了。恶的能量叫啥？叫鬼呀，叫魔呀。所以我们把它叫着魔了。如果我们能为人善良呢，乐于助人呢，我们的神、我们的仙就出来了。如果我们能做到忘我的，为同学、为学校、为国家、为民族去学习、去奉献呢，我们就和圣人的智慧相融了。此时看一看
一个人一自私，把自己的道德正能量给仗着了，把自己的智慧给仗着了，把自己具足的圣贤的能量，圣贤佛菩萨的能量，天地的能量给仗着了，看看孩子们。所以今天就懂了，我们要是学生，咱现在天天就想一件事儿，我使劲做卷子咋的，我要考个好小学，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将来有个好对象，有个好房子，有台好车。我们距离天地贤圣的能量，道德的能量，智慧的流淌，就越来越远了。那如果我们要树立伟大的理想和信念呢？孩子，像周总理一样，周总理为谁而读书？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读书。我们今天为谁而读书？再崛起，是不是叫复兴？哎呀，鼓掌吗？孩子，叔叔不是不让你做卷子了，就像这个出租车不是不去开车了，干啥？你用什么心去开呀？这个太重要了。你天天想的都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读书，你是谁了？天能帮上你了？自强不息呀，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吗？地能帮上你了？地势坤，厚德载物。神能帮上你了？你聪明了。圣人佛菩萨能帮上你了？你能做到举一反十了。这不就是解放了这个境界吗？顶天立地，通神，充满智慧吗？孩子，这要是把这个道理悟明白了，老老实实的做好自己，老老实实的做好自己。你看看孩子，咱们一般的咱啥思维？我卷子做的越多，我一定成绩越好。我不否认多做点卷子会提高点成绩，但是上清华上北大看看，叔叔资助的清华北大的学生没有一个天天做卷子的，而这个类型的要是上清华和北大统统跟不上。会学习，而往往会学习的人聪明啊。为啥聪明？自私的东西少，我们所说的祖德深厚，不在这儿吗？孩子，
我们今天要破除一个思维，啥思维？卷子做的越多一定成绩越好，结果呢，你做一万张卷子，考试也是第一万零一道题，这个过程啊逗你玩呢。你要明白了这个道理还用做这么多吗？这是一个，你要是越无私，越是怀着伟大的理想和信念，你不越通神吗？越充满智慧吗？我今天举个例子，来，孩子，上来，来，我问孩子，知道农民种地吧？知道。你说农民当下，比如说是秋天，他秋天能收多少粮食，和他当下的努力有关系吗？有。怎么解读？越辛勤劳动，收获的越多。收获的越多，是吗？没了。和他当下使劲努力有关系吗？好像有吧。这不这个劲儿就没憋过来吗？秋天农民使劲的争啊，拼啊，抢啊，去收割自己的玉米。你争去拼去抢，和你正常的去收，最后收的收不得，是不是一样的？一样一样。和你当下的努力过分的执着没有关系。没有。和啥有关系？秋天收获的玉米收获多少和你啥时候有关系？和你玉米咋来的？种的。啥时候种的？夏天。你们家夏天种玉米？啥时候种的？春天，春天。是不是秋天有啥收成和春天种多少有着直接的关系？有有。那好了，你当下考大学，你这个考大学就好比是春天，就好比是秋天收玉米果儿吗？和你当下过分的做卷子有关系吗？没有。和啥时候有关系？从小到大做了多少好事儿？知道了。那当下咱要努力呢？努力干啥？努力把爱往出奉献呢。也就是说，当下收获的种子，我们不是拿出去去卖钱，去买酒喝，去吃喝嫖赌，而是干啥？
留下这个种子，开春要种呢。那么我们的秋天，一定会有更好的收获。给打鼓掌。你看看多重要，孩子，你要能把我说的这段把它悟明白了，你就厉害了，你就会轻轻松松的学习，不累了。同样开出租车，这边就不累呀，这就累呀。同样做卷子，那你就开智慧呀。所以不是不让咱去秋收，不是不让咱去干活，是干活的时候为谁去干？为别人去干。给他鼓掌。所以这个孩子们一定要懂。来，把那个擦了。所以这块一定要明白啊，孩子们呐，就这一个念头啊，正常的就把咱毁了。说出来可不是不要你做卷子，也不是不要你学了，是啥？你怀着什么念头在学？在这儿呢。那今天看看，我们日常要能做到啥？《弟子规》里所讲的，孩子，你往那边点站着，是吧？《弟子规》里讲的，事诸父，如是父，事诸兄。如是兄，孟子讲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都在说啥？孩子们，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怎样对待我们当下的亲友和同学？看看，我们爱自己的父母，产生啥能量？正能量。这个正能量，社会上给起个名叫啥？无私奉献。这个正能量有一个字儿叫啥名？孝。孝。用这颗心爱天下的父母。这个时候又产生了正能量，叫啥？爱。叫大孝。嘿嘿，如果用爱父母这颗心爱我们校园的一切公共设施，一草一木一切万物，这叫啥了？这叫至孝。看看吧。那么我们爱自己的兄弟姐妹，产生的能量叫啥？
不叫替吗？爱天下的兄弟姐妹，对产生的能量叫大替。爱一草一木一切众生叫智替。我们要达到了这种爱心，我们的心灵没有障碍啊，都是亲人的。咋的了？小孝叫小德，大孝叫大德，至孝叫至德。您的爱心不断延伸的过程，你的德不断的增厚。厚德咋的？厚德载物。哎呀，亲爱的，厚德载物。想有出息吗？老老实实的把爱往出奉献吧。为啥要奉献？因为都是一家人。嘿嘿，擦那个黑板。嘿嘿，那这回看看，孩子，我们爱自己的孩子，像咱这老师，爱自己的孩子，要能爱天下的孩子呢？啊，要能爱天地万物呢，圣经里咋说的？爱自己孩子的人是人，好人；爱别人孩子的人是神。这回看看，你要能爱自己的孩子，当老师的，你是好人，你父母是谁？好人的父母，受人尊重，这不是尽孝孝吗？您能爱你手下的学生，你是神了。你父亲是谁了？神父。你孩子是谁了？神童。哎呀，你要能爱万物如爱自己的孩子，你是谁了？你是佛了。你母亲是谁了？佛母。你孩子呢？佛子。嘿嘿。所以在这块，我们的老祖宗的文化《孝经》里有四句话，叫孝悌知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
不通。孩子，要按圣贤说的要求去做，你看你是谁了？您就能像神那样聪明，你放射出的道德的光芒就可以照亮天下，你一定心想事成。我们把这个理念运用到生活当中来，哪有不成功的？孩子，所以这个一定得懂啊。今天我们懂了，我们为什么要把爱去奉献？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是一家人，是一家人。你跟叔叔是啥？一家人。你跟老师啥关系？家人。你跟校长啥关系？家人。你跟同学啥关系？家人。给他鼓掌。是一家人，是不是应该互相关心呢？应该。应该互相爱护啊。应该。应不应该互相残害呀？不应该。那你说要是早恋呢，应不应该呀？不应该。咱俩说啊，别让他们听着。有没有早恋的意思？没有。没有。没有。真没有。真没有。我看你的眼神里好像有啊。有没有？没有。有没有这想法？没有。一点都没有吗？嗯。说好了啊。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没有。他是没有一点。再说一遍，一点都没有。真是好样的。来吧，先不用擦，站在这儿，看他到这有没有啊，看看他这个表情变化。社会上的人追求啥？追求情人。在有些人看来，情人就是感情最好的人，是这样吗？十万，嘿嘿，别不好意思，咱们今天扒开他的画皮，看看他的真相。世间人呐，是这个思维。那咱看看吧，一个男人有家了，一个女人有家了，结果有一天这个男的就遇上这个女的了，他就喜欢上她了，按照他说这叫缘分呢。这是什么缘？姻缘。他觉得他咋这么爱我呢？哎呀妈呀，他就跟他一起吃王八犊子了。
她的丈夫不知道，父母不知道，公公婆婆不知道，她忘了一个真理：人在做，天在看。今天看看，人要做点事儿，来往这来。看看孩子，人要做点事儿，可不光是天看呐，圣贤在看，佛菩萨在看，神仙在看，鬼和魔都在看。嘿，那你们可能说了，叔叔，你这不是把课给我们讲悬了吗？谁看着天看我们了？这不是棚吗？孩子，咱们今天就通过这四台摄像机，把咱的画面切换到全世界去了。这叫不叫人在做，天在看呢？你看这四台摄像机的镜头，像咱人的啥呀？眼睛。这下就明白了。我们从娘肚子里出来的那一时刻，两只眼睛摄像的，两个耳朵录音的，嘴巴播音的，录像的，录音的，播音的，在哪制作合成呢？脑袋。在哪公放呢？天地之间。这回就明白了，这个世界有一个不变的规律。为什么善良的人最终一定有善报，恶的人最终一定有恶报？什么原因？录着呢，是吧？那这回看看他两家的祖宗，一定知道。他觉得他爱他一次，其实他两家的祖德就被毁一次。祖德没了，这个女的还有事业了吗？事业没了，家庭完了，身体完了，这身体为啥完了呢？孩子，咱们需要的不是怎么能活下去，是不得吃饭。咱们右眼看不见电视剧看到的邪魔外鬼、魑魅魍魉，他靠啥活着？专门靠戏，这样干坏事的男女的精气血活着。你看这样的人，心一邪，念头一邪，他开发了啥？他开发了他的鬼和他的魔，后天的鬼和后天的魔。这个心一有，招来了啥？外鬼和外魔。孩子，现在社会上人得着病的这是不少。啥病？肿瘤。
这回知道了肿瘤干啥的，专门吸整个身上的血的，把营养每一天都在吸，每一时刻都在吸，一直到吸干，这个人没了。表面看是肿瘤，其实叫病魔，魔入体了。哎，儿孙的前程完了。他爱他吗？爱死了他。他都不知是咋爱死的。这不就叫真正的愚痴吗？回答，这个男人其实是这个女人的什么人？坏人。坏人。恶人。千古仇人。把那个黑板擦了，擦这个中间这个，看看吧，千古仇人。那今天得出个结论吧，孩子，孩子们，世间的情人其实是啥？仇人。那再看看这个男人身边要来个甜蜜蜜呢，祖德没了，事业没了，家庭完了，身体完了，儿孙的前程完了，这个甜蜜蜜是他的什么人？仇人。嘿嘿，这个话题是不是离我们有点遥远？孩子，我们来到学校的任务干两件事儿：第一，健全道德；第二，丰富知识。这是我们来到学校两个任务。那咱今天这男人和女人，我们变个角度吧。男人改成男学生、男孩，女人改成女学生、女孩。这男女孩要早恋呢，哎呀妈呀，来往这儿来，嘿嘿，这男女孩要早恋呢，这个男孩去勾搭这个女孩，哎，这个女孩还没学传统文化，还没听叔叔讲过这个课，咋的了？觉得他咋这么爱我呢？祖德没了，学业完了，身体完了，他把他扼杀在摇篮之中。你说这个小白脸子是这个女孩的什么人？仇人。看看吧，嘿嘿，如果这个男孩身边要来个女孩勾搭他呢，祖德没了，学业荒废了，身体完了，没等离开校园呢，本来可以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的，结果
成了大豆腐。你看这个甜蜜蜜是他的什么人？仇人。孩子，这有个规律，你看这些仇人都是你喜欢啥他就来啥，全都是顺着来的，顺着来的。哎，我们呢一般都反对逆着来的，今天看看顺着来的，顺着来的是要毁了我们的，那逆着来的呢是来干啥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身处逆境的时候？有。打个比方。考试考不好。完了呢？完了。大点声说。完了就心情特别不好。完了呢？完了就没了。完了就没了。消失了。我问你个问题，说实话啊，在我们学校有没有管我们特别严的老师？没有。真的没有吗？有吧有吧有吧。有，你对他有意见没有？没有。没有意见，这鼻子里咋总鼓这么多包呢？说谁呢？谁信呢？所以今天此时坐好，孩子们，咱们再有20分钟就结束了，坐好，来，我们就要讲一下逆境，看看对我们有没有好处。上那儿站着，嘿嘿，我抓着一个擦黑板。我在2013年到全国重点高中山东的釜山中学去讲课，他将近4000名学生在一个大礼堂，哎，我的课快讲完了，结果高二的一个孩子男生气势汹汹就冲上来了，我说你要干啥？叔叔，你是讲道德的，我们那个政教主任就他妈不道德。我说他咋的了？这政教主任就在下边坐呢。我说他咋的了？我没有毛病，一点也不放过。我说不放过你不好吗？不好，我们需要自由。我一看政教主任在那气的脸色铁青，我说孩子，从小种过地吗？从小跟爷爷种过。我说你种过地，今天叔叔就来用种地的过程来解读您的这个困惑。看，这是两个龙台，这是龙沟。正常的我们种庄稼
要把这个龙台刨个坑，刨个坑。比如说送谷子吧，送下来了，紧接着要施肥，施完肥了要培土，培完土了要踩一脚。我说这粒种子恨谁呢？恨给他播种的人。他在想啥？我咋这么倒霉呢？遇上他了。恨给他爬坑的人，这让他低下来，让他有坎坷不顺。恨给他施肥的人，臭他让他恶心。恨给他培土的人，让他有压力。更恨踩他一脚的人，让他有痛苦。他在想啥？这要是送在龙台上得有多好啊，这叫高高在上，阳光天天晒着，就像人天天被人夸。你看这夸咋写的？大愧。大点声说。上头一个大，底下一个愧。大愧。无坑，没有人让他低下来。无肥，没有人说他不好。无土，没有压力，也没有人踩一脚，没有痛苦。这是两粒种子，也是两种人生的分水岭。这个是溺爱长大的，这个是经历磨难的。这回你就知道了，孩子，咱们世间的人为什么大多数都完蛋了，都这伙儿的。天下雨了，这个地方积点水，阳光一晒，风一吹，空气一流动，阳气进来了，地气阴气往上升，阴阳相合，这粒种子咋的了？发芽了。发芽的这粒种子在黑暗当中往出拱的时候，还恨谁呢？还恨这些人呢。那这粒种子呢？风吹来了，吹到冷沟来了，雨下来了，泡汤了，没两天完犊子了，烂掉了。当这粒种子冲出地平线的这一时刻，一看到自己的同伴完犊子了，此时他还恨他们吗？不，此时他才找到给他播种的人、刨坑的人、施肥的人、培土的人、踩一脚的人的好处。哦，原来这些人都是在风雨来临之前保护我的人。
生活当中，孩子，现在静下心来想，谁让咱倒霉了？谁让咱们低下来了，让咱不顺了？谁让咱恶心，给咱压力，给咱痛苦了？原来都是为了让我们到了社会这所大学的时候有坚强的意志和品质。人要能这样去想，厉害了，厉害了，看看吧。人要是天天能找到这些日给我们倒霉，让我们有坎坷，有恶心，有压力，有痛苦，你能找到它的好处，您就会像这粒谷子一样茁壮的成长，最终硕果累累。鼓掌吧。嘿嘿，孩子，这是顺着咱来的，是害咱的，逆着咱来的，其实是来帮我们的。所以顺着来的叫从我们的，逆着来的我们觉得是让我们受到侮辱的。事实上呢，顺着我们来的是要来毁掉我们的，我们要提高警惕。逆着我们来的其实是来成就我们的。所以《道德经》有四个字，孩子要把它记住：宠辱不惊。给老子鼓掌吧。嘿嘿，来吧，要是早恋就是找仇人，他就要毁了你。你看你大学毕业之前要是不去好好的健全道德，不去丰富知识，这叫对父母不孝，对国家不忠。我们就像是一堆大粪，放的是臭味，招来的是啥？苍蝇。你说这两个人要是结合了生啥？蛆。来吧，表下态。原来表现很好，在大学没有毕业之前能不能做到不去大粪招苍蝇？能。给他鼓掌。来吧，举手表决一下。大学学业没有完成之前坚决不去大粪招苍蝇，早恋的，不去早恋的，把手举起来，高点举了啊！谁要不举，谁他妈不是人。嘿嘿，我看谁没举。我们老天又多了这么多位孝子贤孙，几点了？几点了？没代表，哈，孩子们，
这个太重要了。所以同学之间要感恩，要博爱，绝不要扯别的，听着没有？哎呀，来吧，握握手，给他鼓掌，回去吧。几点了？一点。停不停够？哎呀，我谢谢孩子们。来，擦黑板。那就再讲一个话题，啊。我们一般的孩子，咱正大思维上容易犯一个啥毛病？就是追逐着吃喝穿戴阔玩乐。社会的孩子一般的思维是啥？父母要是满足了我的要求，就是爱我的。父母呢，觉得满足了孩子的要求，就是爱孩子的。亲友呢，觉得满足孩子的要求，就是爱他亲友的孩子的，是这样吗？我们今天懂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谁来掌握这个平衡？人在做，天在看。所以任何一个人都是自己天平的表现形式。穿红毛衣的好好坐着啊，穿的那么艳丽，结果淘气了，哎呀多可爱。来孩子，看看咱现在，我马上要提问了。这是一个天平的一个盘儿，我们做的好事，吉豆腐，吉豆腐。这是我们做的错事儿，这个盘儿要招的祸，我们执着于吃喝穿戴阔。这是天平的杠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天平的支点。我马上要考试了啊，孩子，这是幸福的源泉，这是苦难的深渊。记住了，天时刻保证它自动的平衡，这是前提。天平嘛，它一直是平的，不管发生了什么，它都是平的。父母带着我们，或者我们背着父母，过分的吃一次呢，我们的什么减少了？福减少的这一时刻，
这个天平怎么能自动的平呢？答吧，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物理现象。我春节前到内蒙的海拉尔，呼伦贝尔，海拉尔，那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去讲课，有一个小孩8岁，在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到1分钟回答出来了。今天孩子们，谁能把他回答出来？举手。来，孩子，你说。哎呀，第二次握手怎么能平？有很多方法。其实你看，他减少一点，他没动，让他减少，让他把不行的换个方法。把支点挪一挪。物理学知识老师教我，让老师教我吧。往哪儿挪？这边。你比上午的孩子，高二的还聪明。谢谢老师。不到10秒钟，回答出来了，掌声。别走，看孩子。哎呀，咱俩你干脆别在这儿上学了。不中啊，你跟我出去讲课去吧。看着孩子，这就很简单了。过分的喝一次呢，腹又减了，又往这边移一次。买个名牌穿上的，又捡一次，又往这边挪一次。干一次坏事呢，这边加个砝码，还得挪一回。有的人说了，总干坏事的人也没有恶报啊。确实没报呢，没报就没有吗？不是，那看看吧，原来的他距离腹多远？现在的他距离腹多远？距离货多远？你把这段给我总结一段话出来。追求吃喝穿戴阔的人，追求吃喝穿戴阔的人，心会越来越不正，越来越往货方向偏，离富越来越远，他会陷入货的深渊。你还是跟我走吧。哎呀，太了不起了。你看我全国每一年要讲100多堂课，100多场，你看今天在咱这2场，100多场，能这么回答这个问题的还是第一个。那你今天孩子咱就懂了，现在这学生为啥有些学生不好好学习？追求带的手机，带的手机越好，越减自己的福啊。
往哪去了？往货。考大学，不管考个啥德行，请客。你请客敛多少财，天就减你多少福寿。你看这多公平，往哪去了？还往那边货那边走。大学毕业了，这样的人上大学，你看他的负能量多些，你看他正能量还有多少。考大学，上大学，大学毕业了，大学的过程使劲的浪费，早恋，拿父母的钱。大学毕业后结婚了，使劲管对方父母要彩礼，要多少就捡这两个人捡多少。为啥结婚越隆重离婚越快呢？到哪儿了？深渊了。他添的祸就降临了。所以孩子们今天记住四个字，叫父近祸来。你真的应该跟我出去讲课。看看吧，所以人往往都是有了祸患去怨别人，其实都是怪他自己。掌声。那咱今天要把图复原呢，我来干啥来了？我要来告诉孩子们一个真理，你擦一下，是不是货减少了？哎，货是不是减少了？减少的这一时刻，这个人往哪儿走了？往府。这叫忏悔自己过去做的不足。再忏悔一次呢，那就再走一次。再忏悔一次呢，那就再走一次。把解约下来的钱财别去浪费，帮助有困难的同学，又加个砝码。往哪走了？往这边走了。再帮助同学，往哪走了？继续忏悔自己的不足。当把自己的不足都忏悔没的时候，这个人到哪儿了？的终点。他已经跟我讲课了。孩子，世间人把天天满足自己吃喝穿戴阔的人叫啥？叫父亲，叫母亲。这样的父母每一天偷走的都是他的福报。所以这个父母对这个孩子来说是不是叫贼呀？这样的人不就叫认贼作父吗？
说吧，原来没听叔叔的课，对人生咋想的？有点迷茫，比较不知道道德这方面自己应该走向何方。比如说像早恋的问题，我也是有点捉拿不清，但是听完叔叔的课，我觉得大彻大悟，比较明白现在应该怎么走下去，怎么学习，怎么过自己人生。什么理想和信念？好好学习，回报我们的祖国，回报我们这么伟大的中国。掌声，拥抱。上网上可以去查，叔叔玉坤学校哦，王子加一点的玉，再王高个昆仑山的坤，一定让你父母好好看看叔叔的讲座，他会做得更好，你会更加的优秀。谢谢叔叔，给他鼓掌，谢谢，回去吧。哎呀，太阳升起来了，我们的课要结束了，祝福孩子们永远下升起的太阳，朝气蓬勃，迎接辉煌的人生。谢谢。辛苦了啊！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王老师精彩而富有深意的讲座。同学们，人生是什么？幸福又是什么？在今天王老师的讲座中给我们了明确的答案，在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中我们也得到了答案。只要我们重责任、讲奉献、勇担当、心怀感恩，在修其之平中收获一份有价值、有意义的幸福人生。从今天，就让我们从现在开始，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让道德成为一种力量，让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一种风尚，让我们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将王老师所讲的大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青年人存善念，说善话，做善事，担起社会的责任，担起民族的兴亡，为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读书吧。再一次感谢王老师精彩的讲座。